In the eyes of the Chinese, tea making is a tradition, a philosophy, a way of life. From the leaves on the tree to a cup of fine drink, the steaming of tea embodies thousands of years of tea culture in China. It can be a drink of refinement as well as one of the daily necessities in the household. What is the wisdom behind the Chinese tea? Follow me on a journey to explore the magical Chinese leaves.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条件呢，就是大运河连接南北，南方茶产区的这个茶叶呢，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运输到北方，一般的老百姓，他才能喝得上茶，也喝得起茶。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其实茶可以更好的流通了。所以大家就可以越来越多的普及这种文化。您刚才说这个兴于唐盛于宋，那宋代主要是不是就斗茶呀？宋代的主流的饮茶方式是点茶，斗茶呢只是在需要决胜负的这个场景下才斗茶，看谁的茶最好。既然民间斗茶最好的它会称为斗品，有时候会作为贡茶。对于一般大众来讲呢，茶它主要是个饮品，但是在文士大夫这里呢，它是一个雅号。那还挺有意思的哈，这个从古至今，这个茶的制作技艺有什么样的演变和发展？最早的就是中草药一样，我们就是采下来以后，为了便于保存嘛，直接晒干。有意识的这种加工工艺呢，是在唐代真青茶，宋代一直还以真青绿茶为主流。明代以后，制作从真青发展到了炒青、烘青和晒青。明清之际，六大茶类的制作技艺哈，就全部都出现了。其实茶里面蕴含很多东西，茶代表了中国人什么样的一个品格和精神？宋代的大儒朱熹也讲过哈，茶不只是单纯的苦，它的特质所引发的对于人生和社会的一个关照哈，茶是苦后回甘，所以朱熹就用这个来讲比喻人生社会，就说如果你始于忧患，你就会很努力，最后未来很美好哈。所以他就说就像茶一样，先苦后甘。对，其实这也是从品茶当中品味出的人生如茶。对，人生如茶。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传统的制茶技艺及其他相关的习俗，现在已经是申遗成功了。这份成绩单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申遗成功表明，国际上对于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茶产业和茶文化的一种认可，也是我们国家的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发展成就作为一个基础支撑。The ancient techniques have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Tea is not only a drink, but a lifestyle for the Chinese.
我现在呢就在北京味十足的老舍茶馆，这儿呢是爱茶者的乐园，到这儿呢我们一定要喝一杯茉莉花茶。这个花茶有源远流长哈，咱们的茉莉花主要是以绿茶为基底，以绿茶为原料，哎，所以我们老说我们国内六大类茶，六大类茶里边其实没包括茉莉花茶，我们茉莉花茶属于再加工茶。茉莉花茶的特点，泡茶，它不挑任何水，很中庸，很随意，它不娇气。哎，再一个呢，茉莉花本身的力燥啊，理气，不寒，不热。其实我觉得茉莉花茶是非常独特的存在，它既有绿茶的香，又有茉莉的香，是两者融合在一块儿的。是如何让这两种香更好的融合的呢？让老百姓讲呢，就是说你的烘青，就是你的绿茶原料得做好，得好，啊，完了后期呢，重点我们就是加工，就是印制。印制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首先我们都要用青莲花，啊，花收进来以后，我们还要养花。啊，要从我们整个的工艺来讲，我们叫刺花，通过我们人工啊，来翻呐、啊，来堆呀、啊，让它基本上这花四开四不开，完了我们再去加工，一层花一层茶，这样以后我们要给它一个静置的吸香的过程，到一般的38、39度的时候，人工要给它把热量散发出去，让所有的茶都能够吃到香气。所以我们做茶确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儿，一定要爱它，你才能做出好茶。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好茶人，我们要求要表里如一。好的人与好的茶一样，至清至纯。对，做茶一定要有奉献精神。奉献。我们做茶首先良心，二是要保证它的生命力。The taste of tea reminds us of cherished moments in life.比真的闻那个鲜的茉莉花茶要香，对，清幽清幽的。Hidden in the warmth of tea are the Chinese notions of elegance, friendliness, grace, and harmony. And the key to the fragrance and sweetness is the craftsmanship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其实你看，茶文化不仅仅是在中国，在世界上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茶。其实中国茶到目前来讲已经是在国外影响力是非常好的。那这个茶叶怎么能更好的去走向世界呢？一个是靠我们茶的努力，再一个呢还是要靠我们好的生态环境啊，做出好茶，把我们的茶产业不断的发展。Time-honored culture.Craftsmanship, reflection on life, and exchange between civilizations. 这个更香，要这个吧？您给我来半斤。All are presented in one cup of Chinese tea.